那件上衣啊，我觉得它的特色就是它整个是撞色，弹力非常非常的大，它整件的弹力是无限大，所以一样是 S、M、L、XL 都可以穿。那这件你不用担心什么夹口、胸围啊、肚围啊、腰围，它的弹性完全绝对足够大家穿，非常非常的弹，而且是凉凉的那一种。好，所以你看这样搭，如果你想要休闲的，或是搭比较正装一点点的，我觉得都超级好看的。那后背的长度其实正常衣长，它还是靠在我们的裤头，不会露肚肚。好，再来它有几个穿法，我想要穿休闲。我没有要上班的话，我会开一颗领子，它做一个小 V 领的一个变化。好，那你当然也可以再开一颗，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感觉。好，再来呢，全开，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外套的部分。刚刚是黑色底，好好滚杏色边，现在是杏色底滚黑色边，一般是这样扣齐的，它是有一点点微波浪型，所以我刚刚开一颗扣子的时候非常的好看。如果是胸部比较大的粉丝啊，穿一个小可爱，不要直接穿内衣就好了，上班可以穿，轻松可以穿。然后呢，它有可以当小外套，可以当 V 领上衣，可以当正常上衣，有太多太多可以选择了。